机器已经就位了，胶水已经上机了，也融化了。这个是胶水桶，这个是热水，这里是胶，预备胶没有放。然后我们现在经慢速的飞达，因为这个面值有限啊，总共也才只有20来张了。然后我们直接按启动，一张先来。自动飞打机子，自动静止，流水线过胶，过胶出来之后，抽屉和定位，因为是自动制合的，所以这个纸张印刷面会是反的。根据我们定位的来，下次印刷的话我们要改。上盒第一次吸三边，然后手动按配压板，成型。慢动作演示，封底，然后成型机出来的纸盒，这个样子的。成型，然后到压炮折入，折底，好，成型，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所有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的面子要改，跟样品不一样。